首届大赛美名飘，集结喜剧众英豪，各路高手齐上阵，还得数我颜值高。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怎么了？你，啊，怎么停这儿了？什么叫停这儿？我喘着气儿呢。赶紧挪走。啊？不走是吧？不是，我不能走。不，哎哎哎，什么？这位拿我当车了？您哪来的罚单呢？这个啊，多的是。哎，我哪来这么些？我这是一辆车一辆车接下来的。你接人家罚单干嘛？以备不时之需啊。啊，有什么用？上回就用上了啊。我要出差一个礼拜，是车没处停，我停消防通道上去。停那儿不怕挨贴呀？怕呀。那还停？嘿，这就派上用场了。什么用？我先给他贴上，警察来了一看，这都贴上了，他就走了。你可太贼了，那也用不了这么些呀。什么什么什么这么些啊？就这还是用剩下的啊？我一红车啊，愣让我贴成一白车了。这位自个儿给车贴一膜，你这张你收好。我要这干嘛？以备不时之需。哎，我又用不上。看这人真是。不是，那你这回是逃过去了？哪儿啊？嗯，等我这出差回来不对了。怎么了？我这红车又出来了，全让人接走了。就玻璃上还一张条，还给你留一张啊？不是，嗯，新贴的。哎，这不自找的吗？更可气的，雨刮器上还加一张字条，写的什么呀？亲爱的车主您好，客气。为了便于您找到爱车啊，我已将车上的罚单全部接下，并送往废品收购站，卖了128元。嚯，你得贴多少啊？底下还贴张发票。哎，这连落款都没有，我上哪儿报去呀？你还琢磨报呢？你挪车吧。对，消防通道不能再停了。这就对了，我停便道上去。哎，那也不能停车呀。眼睁有一辆啊。有吗？一大白摩托停在前头。哦，他能停这儿，哎，我就能停这儿。也是，问题是他现在停这儿我没地儿了。那你我给他挪挪。哦，走你。嗯，踹人车，一会儿人就找来了。那么巧的事儿，你这人等会儿。哎，这车上有蓝道啊，还一红蓝灯，这是警车。哎呀呀，你别忙晕啊，你赶紧扶起来。还扶起来？警察冲我就来了啊！我赶紧跑吧，挂灯给油走。你越跑人越追，追不上追不上追不上我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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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哎呦，怎么追上了追上了，能追不上吗？没事，前头就是高速口，赶紧上高速。那管什么用啊？上了高速我可劲儿撩啊，这回追不上了。你呀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我这开的正美呢，好跑这画龙来了，后头来一车直冲我摁喇叭，嗯，滴滴滴滴滴滴，什么意思知道吗？这让你注点意，注点意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怎么理解？你一边去一边去。这位斗气儿来了，让我一边去。哎，好嘞好嘞，走你。嗯，你别人家多危险。甭害怕，咱老司机有分寸，就差这么一点儿，差一点撞上，差一点坐到副驾上。哎，你啊，坐他副驾上。是，这车得撞成什么样啊？不是，你怎么开的车呀？他要让着我点不就没事了吗？还斗气儿。我这车可比我爸爸还大两岁，拎着我得管他叫大爷。哎呀，我得替摊报仇。哎呦，还摊！当时不容分说，我给他来一双峰贯耳，打上了，他也没饶了我。
怎么样？我使一黑虎掏心，哎呀，我来一白鹤亮翅，他来一夜叉探海，不是插招换式打在一处，汤汤汤汤汤，转眼间就是100多个回合，打得多厉害！我们俩各自打车里下来，各自光耍嘴呀、啊！我说你，啊，下来，是，你敢比划比划吗？哎，怎么还往后退呀、啊？你瞅见你也得退呀、啊？什么模样？1米9大高个，肚大腰圆，胳膊根这么老粗啊！好，这位怂了。俗话说得好了，嗯，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。对，我看他怎么把你治了。打车里翻出一瓶白酒来，嗯，拧开盖，大个子，你招法宝。咦，我泼他一脸，这干嘛呀？你酒驾啦！你损不损呐？等着吧，追我那警察一会儿就到了。哎呀，警察来你也跑不了啊！我还傻等着呀，你趁他擦脸，我赶紧跑啊！你这大爷，身外之物了！哎呦，快说变就变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你跑着下高速啊？跑着啊？你拿我当博尔特了？嗯，那怎么办？拦车，高速路上不能拦车，太危险。说这多可气！嗯，一辆一辆打我眼头路过，愣是没有停下的。谁敢停啊？老话说得好了，怎么说？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新时代青年，在遇到困难时，还真有人伸出援助之手。你还能再不要脸一些吗？正说着呢，一辆车缓缓地停在我面前，摇下车窗，清起朱唇，吐出两个字，说的是：“表哥，哎，亲切啊，你怎么跑高速上来了？”啊，哎，我说兄弟，别聊了，咱上车再说吧。哎，这对，别介别介、嗯，我这车你上不来。怎么？我这么一瞅啊，连副驾带后座，连脚垫上都堆的是箱子，没地儿了。兄弟，嗯、那我后备箱忍会儿成不成啊？哎，你真能凑合。你自个儿看，后备箱也没地儿了，彻底没办法了。谁说的？嗯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。什么主意？兄弟，嗯，你这不还一轮椅呢吗？哎。轮椅管什么用啊？哎，我坐在轮椅上，裤腰带解下来，这头拴着轮椅，这头拴着你这车，你就这么着带我一段也行啊。这叫什么主意？说着，我表弟给我递过一手电筒来。这个，表哥，一会儿我要是速度太快，你就拿它晃我，我就降点速。嘿，还是兄弟你想的周到。这是什么哥俩？往这轮椅上一坐，小风一吹，嘿，嗯、啊。还真有点敞篷小轿跑的感觉。哎呦，真不害臊！等这车开起来，我说啊，你坐过轮椅吗？没有。要说这坐轮椅上高速啊，啊，是差点意思。多新鲜呐！在车里不显，啊，这外头也太快了。这不你出的主意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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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还有心思唱呢？不是我唱的，谁唱的？警察唱的。追上来了，警察把车兵逼停在应急车道上。你把你表弟都害了。你下车。对，你下椅。下椅。你胆儿够大的。嗯，坐着轮椅上高速。是，我老远就看见你了。你看，还一路左灯，你要超车是怎么着啊？嘿呦，看你怎么说吧。说你呢。嗯，把手放下来。放下。哎呀，哦，又是你啊！嗯，你说说，你干嘛踹我车呀？对，您说什么？问你怎么踹车？我这不是踹完了才发现的吗？跑什么呀？我害怕呀！还跑这么快？哎，我交罚款去。车呢？车撞了。怎么不开了？车祸现场我不敢动啊。怎么坐轮椅了？他给我腿撞折了。怎么还拴着你？人家救死扶伤啊！你真有的说呀！警察同志啊，我是家里有事，心里着急。我老婆病了，孩子还没满月呢，您高抬贵手放了我行不行啊？瞎话张嘴就来！没想到我这两句话真给警察感动了，就见他大手一挥，放你回家了，给我带走了。该。